林奕晨养小型动物园，六只宠物大乱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在我面前呢是一座小型动物园。这个被唬的一愣一愣的是糖糖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跟我们家的那个兔子跟老鼠这样面对面接触过，所以他现在很惶恐，不晓得哪一只是真的，哪一只只是他的那个玩偶豆豆。怎么样？喜欢哪一只？林奕晨家里总共养了六只宠物，除了糖糖，还有两只迷你兔，两只天竺鼠，还有一只乌龟。这一只呢，那个毛非常的感觉很干涩的，是因为叫 Orange， 因为它的眼睛有一块黑黑的。这一只叫海伦，因为它就好像用了知名品牌的那个洗发精一样，非常柔顺，所以叫它海伦。海伦跟 Orange 感觉很像一组哈、哦。然后呢，毛毛跟阿毛差不多。郑重介绍我们家地图龟。我叫他什么都可以，因为他不太有反应。这一只比较是自由之身，所以他常常会去后阳台拜访。然后因为有时候老鼠有的时候会凶，然后他去那个经过靠近笼子的时候就被他抓，然后鼻头就受伤。然后有时候会去看毛毛，然后毛毛比较呆一点，可就会让他闻，然后两个就好像好朋友，每天在那边闻来闻去。担心繁殖问题，他们家宠物是母系社会，所以就没有公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乌龟研究不出来。最后来张全家福大合照吧，可是好像不太顺利哦。快！没有太好，快快快！你回来，乌龟回来，乌龟也在，乌龟现在跑得比你还快。刚不生气了吗？快！好来，喜欢交好朋友。喜欢交好朋友，然后冲上去。回去，回去。辛苦的摄影师甚至趴在地上，好捕捉老鼠的倩影。在一阵鸡飞狗跳之后，林奕晨只能放弃。至少主人拍起来美美的就好啦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